三星的 Mini LED 方案是 RGB 超小型 LED， 单个 package 可呈现12个 RGB 像素，不仅提高生产效率，还可灵活对应客户的不同需求。倒装芯片技术消除了因晶线导致的发光面积损失，并大大提高产品的可靠性。此外，可通过平面度的改善和更宽的色域，相对于 OLED 拥有更丰富的表现能力。 Mini LED 是一款适用于下一代自动驾驶时代的系列，它还可以应用在所有的室内照明，包括氛围灯、内饰灯、装饰照明和仪表盘。作为外饰的应用，该技术可用在下一代通信交互灯、ADS 灯和尾部显示灯上。三星把尖端技术的业务扩展到了通信交互灯、ADS 灯和室内照明等其他领域，而这些领域在下一代自动驾驶时代被视为至关重要。